赵一凡的成名曲不是石桥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其实石桥根本不是我自己写的，石桥是赵一凡写的，对吧、啊？只是我石桥其实这首歌是词跟曲都是赵一凡写的，然后我就跟他，我就听到这首歌，我觉得哦，干写太好了。然后他那时候又不太会唱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那你这首给我唱，对。然后我那时候就也是跟他签了一个合约，就说，哦，这个六个月之内，对外都要宣称说，就是这首歌都是我自己写的，对。但是现在那个合约已经过了，所以。就可以跟大家讲说，其实石桥是赵一凡写的，不是啊？靠北啊！这个红灯怎么这么久？为什么那边是绿灯，这边是红灯？干啥小？保密协议，没错，没错。音乐产哎，绿灯了，靠！音乐产业就是充满着各种的保密协议，好多内幕，没错。你以为那些什么创作歌手、哦、那些哦，饶舌歌手、嘻哈鬼才哦，干那些都是假的，那些歌都不是我自己写的。